是一个最有力最有希望的一名运动员了。来看一下四川选手冷峻思的这套平衡木的动作，那完成的是一个交换腿接环跳，这是个0.2的加分。好的，单臂小翻接个拉拉提，这又是0.3的加分。挺身前空翻接个仰跳，9.8分，最后得分9.781分。四空翻站木。刚才李晓峰得了9.781，超过了他预赛的成绩。刚才完成是一个进木动作，大家看看现在这个是他的这个比赛所用的时间，那么笛声响的表示是1分20秒了。那他是一个箭子接直体空翻转体向定80度下，也是一个技术难度的动作，0.2的加分。陆冰，来看一下陆冰的这套动作。陆冰也是李小鹏、杨威，还有波兰选手布兰尼科以及另外一名拉脱维亚的选手啊，世界上大概仅有那么5-6个两。